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everybody, welcome to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ohn, and with me today is Jenny. Hi, how are you, John? Pretty good. How's it going with you? I'm ready for our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today. Oh, now and we're all business today. All business today. 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话题呢，我觉得特别是可能做管理工作的朋友很有兴趣的。对，可能有一些人在上海或者是北京工作。对，然后他们要管理人什么的。对，但是你想，就是说你想很有效的告诉你的员工、你的下属。告诉他什么？告诉他可能他最近的工作不太好。然后他需要改正一些事情，不满意是吧？对对对，但是呢，你要怎么做才能就是又不去伤害到你的员工的感情，对不对？就是比较有礼貌，然后我觉得很专业的来说这些话。So you want to be kind of tactful in your dressing down. 对，而且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语气就特别重要。Yeah, so pay attention to the tone in our dialogue. 对，这个在中文我们叫做语气。语气。The tone of your voice, 那样的啊。那么在这个之前 John, 你说我们是直接听对话呢，还是先来看看有哪几个词我们的。我觉得今天的词都不太难，我们还是要注意语气吧。好的，那我们就赶快先听一遍对话。好的。我现在能跟你谈谈吗？当然。最近你的表现不太好，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觉得可以应付。上星期你没有按时完成报告，这已经连续发生很多次了，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还可以，老板，对不起，我最近有些不舒服，我会尽力的。你确定吗？下星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你要准备很多资料，这个星期五能按时完成吗？应该没问题。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到底能不能按时准备好？我一定会尽力的，老板，请放心。我不是要听尽力，我需要你清楚地告诉我，你能完成任务吗？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能够怎么帮助你？老板，其实有一个部分我不太会做，所以拖了很长时间。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必须及时告诉我，我可以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资源。就算你不能完成工作，我也宁愿听实话，不要听模糊的回答。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注意这点，好吗？我知道了，我会改正的。谢谢。哎 ，Jenny，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看一下那个“表现”这个词。哦，所以你听了这一遍对话以后，表现是让你印象最深的哈。因为这个好像经常用，对吧？对对对，这个不能不用。特别其实，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说你的表现好不好，表现怎么样？那这个英文就是 performance 嘛，对不对？ Right, performance. 那么现在的社会好像都很注重你这些，特别是要做这个，要评估你的表现，看你做的好不好。对，而且表现这个词，sometimes it's a noun and sometimes it's a verb. 对，那我们今天课文里其实用的是一个名词 noun. 你的表现不太好，那么做动词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你表现的不太好。 Right, so the meaning is the same, right? 好，那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里面除了我们说的语气啊，这个老板他的语气好像就是说是很严肃的，对不对？Right. 但是又不是说那种很凶，好像在责怪别人的那种语气。他不是说来骂他的员工，还是很尊敬他的员工。对，他尊重他，但是呢，就是所以他的选择的一些词语，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把他的这个意思给传达出去，但是又很尊敬他的员工。比如说啊，我觉得有一个词，
这个老板说的就是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对吧？ He wants a clear answer. 对，或者他前面说的你确定吗？嗯 ，Are you sure？ 嗯，然后能按时完成吗 ？Yeah, finish on time, on schedule. 这个，对，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给你员工压力的一种方法。然后他还说我不要模糊的回答，对吧？对对对，这个和明确的答案其实就是相反的意思啊。Yeah, opposites there. 嗯，模糊就是不清楚的。Vague. 对，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呢，我们文化上的差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话其实都是比较含糊、比较模糊一点。嗯。就像今天课文里，他会说我会尽力的，对吧？好像有一个过程，这个员工。他会让老板越来越严肃，嗯，对吧？对对对，他自己会从越来越不清楚的答案到越来越清楚的答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过程吧。好的。好像他先说，那个员工先说，我觉得可以应付，对吧？对。那其实因为在中国，我们经常会或者你会听到"没问题"这样的说法。那这个可以应付，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回答？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有一点clue， 有一点这个线索说他有一些困难，因为应付这个字，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能够很轻松自如的去完成它，你已经需要花一点力气了，这个叫应付。So it's kind of like I can cope. 嗯。Not I'm full of confidence. 对对对，所以老板你们这个时候可以来从这些很细微的地方听到说你的员工他到底想法是怎么样的。然后老板的语气怎么变了？老板上次老板就跟他说，上星期你没有按时完成报告。So now he's kind of blaming.对，没有按时完成，嗯，然后这已经连续发生很多次了。我觉得老板说这个话的时候，员工就知道，哎呀，接下来应该有一点问题了。Yeah, that's many times in a row. 嗯，这样就不行了。已经连续或者连续发生 yeah, ，happen in a row. 嗯，连续发生。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老板呢，有的时候也是说话，像你前面说的，就是要有一些策略，对不对？嗯。所以老板就说，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 ？Hey guys, it's Michael here at Chinese Pod, and we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our faithful subscribers. If you're not registered ye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and get 20% off. We got promo codes.Use promo code GET20 at checkout to get 20% off your first year. 对，还是好像体现出就比较关心他的一面。这个老板还是不错吧？对，我觉得其实在工作的时候，现在很多老板就是可能比较善于管理的老板，他会以这种比较激励人，然后比较关心人的这种方法，有点人情味儿，对对对，而不是一味的很凶，对吗？嗯。那之后呢？这个其实员工还是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他，他说什么？他说我会尽力的，就是说 he'll do his best。对，我会尽力的。那当然，这个也是老板会知道，可能他现在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像你说的，并不是很有自信的去做这件事。对，然后老板再问，然后员工再说。应该没问题。对，其实在中文里面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有一些比较含糊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了。Should is not always the way it is. 对对对，应该还可以，应该没问题，对吗？所以呢，老板就，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老板就是说，适当的在给他压力了。老板就跟他说，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需要这个词，需要。对吧，就是已经在很强调了。然后呢？然后他说你到底能不能按时准备好。那到底其实就是在中文里面 他表示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一个black and white 的答案。对，英文可能是 can you or can you not。 对对对，到底怎么怎么样，已经是在逼他逼得很紧了嘛，对吗？对对。
我觉得女孩子啊或者男孩子就是看爱情片的时候经常会说你到底爱不爱我对吧，好像经常出现这个词，好像一首歌是吧，对对对，你到底爱不爱我之后呢其实员工又跟老板说我会尽力的，对，还是一个模糊的回答，对，而且他跟老板说请放心，哎，放心这个词在中文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经常会用啊。Yeah, relax, don't worry. 对对对，你放心吧，好像可以交给我。但是老板要的是答案。对对对，并不是你的一些 promise, 对吧，你的一些这个誓言。对对，好，那所以老板就说我需要，然后又用了一遍需要。然后他说我需要你清楚地告诉我。嗯哼，清楚其实和明确的意思也是一样的。Also opposite, 模糊。嗯，对。然后他其实老板我觉得这里还是给了员工很多的机会，他会问他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然后我能够怎么帮助你。嗯哼，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好的这些沟通的策略和技巧，肯定大家在平时工作中也经常会用到的啊。那接下来呢，这个员工他终于说了一些实话。嗯，他说了什么？他说老板，其实有一个部分我不太会做。他总算承认了。对对对，然后说所以拖了很长时间。哎，拖这个词你能不能说一下？嗯，拖其实就是像我们说很拖沓对吧，或者比如你的车坏掉了，然后就有一个车拖着走，是对对对 drag 是吧，嗯，拖，嗯，那从时间上来看其实在英文也是这样用的，一样 drag on、嗯、drag it out, 对对对，所以拖了很长时间。好，那么最后呢老板就跟他说好像对他有一点这个 ultimatum 的意思，最后通牒。那 ultimatum 在哪里？他老板就说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必须及时告诉我。嗯，对吧，对，必须这个词。哎，其实必须比需要更加近了一步。必须。这个语气 又对对对，又强了一点啊。嗯，及时和按时呢是但都用到时这个词。及时的意思就是说事情一发生你马上。马上的意思对吧，嗯嗯嗯，那还有一个词我觉得是现在算是这种怎么讲的 buzzwords 那样的经常会用，就是资源。资源，哎，resources, 对，我们好像说什么人力资源，以前就说人事对吧，现在说人力资源，然后天然资源，财务资源，现在谁都有 MBA 都用这些词对对对，好像就是你一定要说这些词才感觉到你比较专业一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嗯、那还有接下来有一个语法，就算，然后就算就是说是 even if, 嗯，即使不能怎么怎么样啊，就算、right. 那宁愿，宁愿， so 宁愿 is rather、嗯、I would rather,老板说就算不能完成工作我也宁愿听实话。 Okay, so even if you can't finish, I would still rather hear the truth. 嗯，对，那么实话就是对，就像你说 truth 这个意思啊。然后最后呢我觉得这个老板还是挺有像你说人情味，比较有沟通余地，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注意这点好吗，嗯，对吧，就是好像有点像对孩子说的话对对对，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虽然前面我对你比较严厉说了一些比较重的话，但是呢我们还是就是最后他结束的时候还是让这个员工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的，所以那个语气又变了一下。嗯，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大家再来重温一遍今天这个精彩的对话。最近你的表现不太好，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觉得可以应付。上星期你没有按时完成报告，这已经连续发生很多次了，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还可以，老板，对不起，我最近有些不舒服，我会尽力的。你确定吗？下星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你要准备很多资料，
这个星期五能按时完成吗？应该没问题。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到底能不能准？你到底能不能按时准备好？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你到底能不能按时准备好？我一定会尽力的，老板，请放心。我不是要听尽力，我需要你清楚地告诉我，你能完成任务吗？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我能够怎么帮助你？老板，其实有一个部分我不太会做，所以拖了很长时间。下次再有这种情况，你必须及时告诉我。我可以给你提供你需要的资源，就算你不能完成工作，我也宁愿听实话，不要听模糊的回答。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注意这点，好吗？我知道了，我会改正的。谢谢。好了，这样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管理者，所以不知道今天的这些策略和这些语言的用法，在现实生活中大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呢，作为一个员工，我的老板肯定是跟我这样说过话的，所以我觉得也挺有用的。对，我相信有用。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你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上网来告诉我们好不好，然后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对，好，那我们啊，今天赶快要走了，每一次时间都会拖得太长了，我觉得啊，没办法。但希望大家觉得这是有用的。那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说再见啦，再见，再见。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181.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0181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0181.